伊就南音商工凤凰花反毒剧团所带来精彩舞蹈表演，不离在里后青春好动，活力一下，实践游戏活动该开始播。其实每到暑假，真侪案件发生几率都会提悬，所以为着要让青少年有更加正面活动，会当来参加，似乎是特别规划一系列活动来让大家来参与。那我们今年其实活动非常，多元，而且正向，而且是有让人家有参与的意愿，包括用一些道具包啦，还有用一些实境用一些手机 app 能够把一些好的一些正向的知识跟反毒的知识能够包装在里面，让年轻人朋友们或者让我们的学子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些正确的概念，正向的概念，而且是健康的概念。这次活动是从整个蓝晒图文创园区变成游戏场，将贩毒甲正向生活等相关知识列入解决问题，经利用互动性的关卡来安排亲子做伙破解难题，唔那是培养青少年解决问题能力，更促进亲子之间的互动，用趣味的方式将古早毒品以及相关知识传达给民众，嘛期待借着活动，会当有效来传达一寡正确的观点。